锵锵三人行，这个文道今天的打扮是要夺权的啊！要公平正面吗？我今天才发现你的衣服原来都花成这样，没衣服穿。你知道芷安老师啊，你难得来一趟，今天让你见识一下我们这什么环境？见识一下他这身材，我这身材多健美，什么平板身材？什么健美身材？民族服装，这是民族服装，感觉像卖羊肉串是吧？在清真馆里头跑的是吧？对吧？缺个小帽，哎。那我穿蓝衣服来，我忘了我们这个厂啊，是逢蓝色衣服一穿上就只剩下个人头浮在那，是是是，他抠像，但是也挺好啊。比如咱俩说那边一直没错，我跟你讲，芷安老师，这个我们这文道啊，早年刚刚上节目的时候，是个这个不拘小节、不讲究穿着的这么一个人，但是近两年来异军突起，成为这个我们异军。我要跟大家解释，就说你的品味不是这样的，就今天穿的那身衣服是吧，还是很好的，是我是又是你家，这也别具一格，我觉得这真的、这都他的衣服嘛。对，然后呢，我刚发现进来，哎，原来这衣服不能穿，赶紧进去找衣服，找衣服只有他的衣服，找来找去，哎，我发现你连件 一件正经点的一个白衬衫你都没有。我告诉你，全都得这样，放在公司衣柜里的衣服啊、都是我不要的，好的我都拿回自己家了。然后这个厂啊，你看刚才那个麦也说不行了、我看很快这楼都快塌了。哎，你真是想夺权了，你这要变天吗？还在天塌下来芷安老师顶着啊。对，这个咱们说点正经事儿啊，芷安老师一来咱就知道周作人要复归了。不是，他是要翻案了。除了他还知道你觉不觉得你跟周作人有缘，你有没有产生过一种迷信的想法？你们给制造这个，不是我自个儿。反正我觉得我跟他有缘，因为有一次啊，你知道我们玩那个请那个笔仙，你玩过那个碟仙、笔仙、玩那个游戏，游戏啊，他就是不是是两个女孩比较单纯嘛，两个女孩各拿一个手指头按着他啊，他就转嘛。转是我在那儿说，因为他是一系列的排除，说姓周吗？不是三个人吗？我们那是两个女孩，好像我忘了，多年前玩的，就是说是姓周吗？然后说是姓周，然后我开始说是鲁迅，后来说不是，最后你知道我一说我周作人，唰下他们就转，然后有一个女孩一下子就泪流满面啊。从那之后我一直觉得我有点周作人。我中学玩这东西我还请过忽必烈来呢，是不是？那你比较邪恶，我们还是一个文脉是吧？而且周作人现在都被拍卖了，你知道吗？啊，周作今天他来嘉德春拍，我昨天刚去看，你知道吗？就现在都这么有钱了，去看嘉德春拍了，看不要钱，而且拿出来这东西啊特别逗，直接拿着手翻呐。书，我说我指的是书啊，就是这个新版本，一般都掉渣子，满桌都掉纸渣子啊。嘉德这保护，它是那个线装书啊，可以翻。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平装本书，应该不用这方式。我上次看满桌都是掉渣子，我看去看的人都想上手啊。但是你那个纸，你现在看的是什么手稿？我看的是其他的一些古董啊或者什么的。但是他今天说的这个事儿引起最近的一个不小的这个新闻，就是这个嘉德的这个拍卖上啊，拍卖了一个周作人的手稿。但是呢，这不马上就要拍了吗？周作人的孙子出来说谁让你拍的？说这东西是文革的时候1968年红卫兵冲到周作人家里。66年8月啊，抄家。抄家。就是说从我们家抄走的。说你嘉德这个来源是哪，但是嘉德这边只是说就说是唐涛的这个旧藏，也没有说这个来源。所以这个事儿现在闹得挺。怎么会去了唐涛那儿呢？唐涛旧藏不一定是唐涛的。对，就说这个来源你可能拐了几道弯啊，都有可能。但这个弯拐的怪，你想想看，红卫兵从周作人他家抄走手稿，按照当时的情况也不容易到了唐涛手上啊。你先看看这个手稿啊，咱们这个可以在电视，这是周作人的这个手稿。这次嘉德春拍我还见到这个周作人的这个书法，对，写字也有。你看，这好像这个跟鲁迅也有点关系，是吗？这是鲁迅改的，你看最后他有一段话，就他说明这事儿。是鲁迅修改，有鲁迅的笔迹，所以这手稿上是两个人的字迹。对，咱们再看看周作人的这张晚年的这个照片。这个报道时候登的是朱自清照片，你知道吗？啊，对，北京有一报纸上
登这事儿登的朱自清，说这是朱自清民国人物样子差不多，不是不是不 是, 不 是, 是登的朱自清照片，不是这张，你这对了啊，他那登错了。啊，登登朱自清啊，这种很正常的，在这个错谬遍地的世界里。对对对。但是就是说，这里边引起一个问题，你知道好多这个旧藏啊，它能讲出故事来，能讲出故事。这个很多时候拍卖啊，故事本身也是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嗯，你就比如说周作人这个，他就讲出故事来了嘛。当时文革的时候，是怎么抄的？文革时候确实是，先前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手稿是不是你抄的，是不是我的？不是，就这手稿是不是这个文革抄的？这个事儿确实需要悬案，需要是个悬案，因为但文革确实他们家是被抄过，这个红卫兵来他们家把东西拿的，因为周作人是把东西放得很好的，家里保存，他有好多手稿都，他这人是很整齐的一个人，所以什么东西都包括有好多信。几好几万封信，他这个来信都说得好好的什么的。跟鲁迅就不一样，听说鲁迅都拿自己手稿擦屁股。鲁迅是那包油包油条吧？这还是两条，还是油条，这些两条用处性还是差距很大，还是有点差别。那他都保存好好的，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文革确实是被他们家被抄过，这是一个真事儿。那个时候我那天还看见一段，好像是你写的那个周作人传，谁说的，就说你像周作人叫说受则多辱啊，其实呢红卫兵抄家之前，建国后他很过了一段平安的日子，相对平安，真到红卫兵进门的时候，好家伙，听说在屋檐底下就让站了三天三夜啊，然后后来就在那个他们家有那个周围有一个就是洗澡的地方，他十个月都在那儿住着，就是那个就在那个澡房子里，洗澡房里边住着，真像是从日本学回来的。不是，这澡房住着，而且是那个很热，很那个闷呐、啊，都是正好赶上夏天嘛。完了之后，所以后来有一个人是在这个66年冬天去看他去，就是他已经来了人，他以为就是红卫兵来人，他就站起来就开始这个好像这个预备挨斗啊，预备挨斗。那人是朋友，没法弄，搁点吃的搁点，那人就走了。而最后就是来的，就是现在记载见着除了他们家人之外，外边的朋友见的他。我记得我还读到过啊，就是他到居委会吧，去要求安乐死，说我要吃安眠药，我要死，就是我安乐死，最后还不允许。那当然不允许、那个时候很多人要求自杀、那是最绝于人民，最佳一等啊，对，没错。所以说啊，我就跟你讲这个事儿啊，为什么让人你会想到很多当年。你像这次这个嘉德春拍这个拍卖啊，还有我们这个一位台湾的好朋友，这个黄轩龙也是收藏家，曾经在台湾把他的家借给咱们拍节目的。对对对。他这次这是简松阁嘛，他的堂号拿出的一件很著名的东西，这个东西里面就有一个故事，跟这个事儿啊有个时代的关联，就是一个鱼龙海兽的这个笔筒，明代的。啊，那这个雕工啊，是相当的元气淋漓啊，这个极有可能是当时明代著名的这个周制的这个笔筒，它的是什么呢？王世襄老先生的这个珍藏，但是王世襄老先生原来藏着这个东西吧，这个笔筒啊，后来也是给抄家，抄走了之后，到最后这个不是落实政策吗？是，他就写信要求归还，可是找不到了，没有了。就到处都找不到。后来呢，可能是故宫做什么清点文物的工作，把他请回去做。他就做的时候，在一个库房里，什么角落里，发现了一看，哎，这我们家，这不是我那笔筒吗？对。然后就赶快给文物局啊什么写信，说要求归还，这就还给他了。还给他之后呢，他一看这个笔筒啊，里边写着个字，写着个毛。我估计这老先生啊，肯定曾经一闪念。毛主席拿去过是吧？但是别人高兴太早了，没有，他不是毛，他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嘛。后来他就问这个故宫的人，就说这是怎么回事？故宫的人讲啊，说这是毛家湾，毛家湾林彪出事之后，毛家湾那边拿过来的。可是呢，当年登记这里面牵出一个什么事啊？当年登记的时候是黄永胜拿走的。那么就说到最后，王世襄也觉得这是个疑案，就说黄永胜拿走的，为什么跑到林彪家里去了？然后就讲啊，当时就有这么个故事，说是四人帮，包括其他一些人，经常开着车呀呼啸而来啊，就到故宫啊，然后拿东西啊，
拿不跟不但是拿，拿了之后还是互相夸耀，说我这好，你这好，所以就在这种游戏式的互相夸耀评比当中，没准就百姓超换了，就没准就换、哦、换了手了，可能是这个拿的就换到谁那儿去了。你想早在那个时候这个特权阶层他就混乱宫廷啊，那个有抄书的，有的书就是康生直接到那儿，对对，陈伯达都弄这事，就是他就直接点名这归我了，对，然后现在发还上就有他盖的章，所以你说他们破四旧，他们自个儿倒知道这东西好，当然当然，但是先切点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饮酒韵古法，配桃花春曲，采无极之水，汇原酒精华，年份原浆，与景共酒。革新科技就在格力，格力变频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一赫兹好变频，格力掌握核心科技。哎，你接着聊。我亲身经历过这个被抄家，抄你的家。对，哎呦，双数几何呀？怎么抄你的？我不是抄我，抄我爸爸家。哦、抄我爸爸家。这个文革书，我其实今天我就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就有意思，就是好，现在可能过人不知道这个是怎么个过程。早上起来，先是街道来通知你，红卫兵要来抄你们家了，主要是抄你们家的书。你呢，事先你们来自己家检查一遍，把你好的留下，不好的让红卫兵抄走。哦，街道还会跟你这么说？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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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你不知道什么叫好，嗯、就问题在这儿，就是这比较麻烦，就是你不知道什么叫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哎，特别怕是你把一个不好的，万一你当成好的留下，这可能是一个罪过。所以这也许是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最后留什么就留马恩列斯谋、鲁迅，剩下那肯定没错，剩下都认为是不好的。然后红卫兵就把这个东西拿装走，一看我们家对面呢住的是曹金华、哦、也抄他们家，所以我们两个。曹金华什么人？跟我们曹金华就是鲁艺翻译鲁剧翻那个铁流，跟鲁迅一块儿那个最早的俄文译者、哦、写这个后来写散文那很有名的人，他在我们家对面住，连我们家带他们家一个卡车抄走了。然后呢，这个文革过，就是在文革中间，就实际上是69年吧，70年，我爸爸呢回来呢，就发现书都没有了，嗯，家里藏书全没有了，很多，家里我们家原来书非常多，这个没有之后就去找这个街道，就想把这书看能不能要回来。那是六几年啊？69年，六九年还想要书？哎，对，七零年，70年已经可以，已经开始，已经开始有这个落实政策了。哦，对，真正是到70年代的中，就是这70年代开始就，就这文革中间已经有一次这个落实政策的事儿。结果呢，告诉你说，你书全都搁在一个操场上，都烧掉了。还有回答是这事儿，这个东西还有下文呢。等前两年呢，突然发现这个孔夫子网啊，还有我一些藏书朋友开始陆续买的这个有我爸签名的书了，都是旁边都盖着都是某某什么学校的公章，根本就没有啊，根本就没烧，他都把它分给这学校，这所以只是告诉你这烧了你就别要了，就这意思。哎呦，所以你说，所以就是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文革以后，就是这文革中实际上就开始办理这个退赔的事了。就是文革后有一个比较大的大规模的这个落实政策，但是呢，其实昨天有个记者谈我说大概十不赔一或者百不赔一。嗯，听说还有一个是民国的那个教育曾经当过教育总长的那个傅增湘，傅增湘后人现在还打官司呢，互相打官司。他因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他那个长房这边呢说这退赔东西就这么些，这边不信。说你得把那个退赔那单子拿出来，可是这单退赔没有单子，就跟你抄家一样。现在不是哪有单子？嘉德不是提出说你得有证明吗？对，这确实你抄家的时候你要证明，可能为这事把你打死了。抄家每次抄家来开发票，发票。而且当时不仅抄家呢，其实有一个性质跟这很像，银行你的存款突然你上银行取，告诉你冻结了，没有理由就没有理由，突然说银行通知你这不能取了。
所以当时这个这情况吧，就是文革以后落实政策呢，其实是并没有完，就没法办，有的东西没有了。嗯，当时落实政策落到什么程度？我看过一个报纸登，甚至说这个实在退不了，可以从那个国家那收的礼品里边来抵这个。啊，对，曾经、那我倒这个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就说明这国家认识到这错误之后，还是算认认真真的要赔的意思。但是你看他说的，就我就看他就列了一些项，有曾经有一个报道，就是这个就是什么金银这首饰这个比较好办，文物大部分都没有了。可是我好奇的是，书是最好玩了，书是大部分找不着主。就昨天我这不是我们家的事儿，但是其实我很好奇啊，当时是什么样的条件原因使得当时的政府忽然觉得可以落实政策，可以还书呢？这个转折是什么？这个落实忽然要不是有落实政策是文革以后真正落实，文革以后，但是文革中为什么文革中你文革中也可以去找的，就说你这件事情，有的原因是什么？他怎么会忽然间又还在搞文革、啊？就比如说，当时你是一个文革后期已经不是已经不对，那已经好多了，对吧？但这个想法的转变也是要有。他就可以你找一个街道的人，我们对院里就住的是一个街道的人，找他，他可以给你打听打听，这是在哪儿？也不是真退赔，你这东西在哪儿？回头告诉你，这东西已经没有了。不过我觉得，就算你说给四人帮他们都弄走了，那他们也觉得很有道理，对不对？是把你们私家有的东西归还给人民嘛，而他们是领导，领导就是人民嘛，这个逻辑，在他看来很通。这个私藏这件事儿啊，我觉得中国还是有传统的，还不光是这个建国后，就是咱们这种所谓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公民意识或者一些公共财产啊，咱们还不像西方有那种共识，你像他们那个说这个敦煌，敦煌好像说这个发现那个伯希和他们，弄了很多，不是弄到法国吗？刮下来。好，当时这个政府知道了，赶快就是拉，就是要保护嘛，保护就是弄了多少大车呀，从敦煌那个藏经洞就往北京拉。对对对。可是你知道这一路之上，县官省官就是每辆人都从大车上拿。对，送到北京的时候就不存，十之八九可能都没了。但是没，还是那数，在这经卷吧，这拿走一个，剩下那撕一半，没错，算俩。而且我觉得这帮黑了心的还真是就拿的，他这个官僚，他甚至为了怕发现，他把这个佛经的卷子，把最好的部分给撕下来，对，别的还给你卷。所以现在直到现在，市面上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残卷，也都是这么来的。但是这个我想起来啊，就是。或许有一个类比，这个类比不一定很恰当，但是可以看一下，当年纳粹时期，他们也有抄家，他们就抄犹太人的家，那时候那个抄家呢，就很简单，人去集中营，东西给收了，那时候没收了很多的犹太人的财物，犹太人那时候有一批是相当富裕的文化精英嘛，那批人藏了很多好东西，然后那些东西呢，他收刮完之后都储存起来。那么二战之后，其中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批东西怎么办？直到今天这个官司还在打。那一般德国后来的政策就是全部都要发还。那德国人很认真嘛，跟咱这不一样。他还而且当年纳粹很有意思，他还真有发票啊，就是他来抄人家的，德国人有发票，东西给你保管的很好。但是他的问题是没人来领了，对，没人来领，人死了嘛。然后呢，对，他这个东西要退回去。那现在还有一批呢，是现在陆续发现，一直在瑞士银行的保险库。那现在这些陆续挖掘出来，那有很多住在以色列的那些犹太人，就当年那些难民的后裔，现在纷纷还在打官司要拿这个。最近好像是奥地利，好像有一个博物馆里边有一个画，有一个藏品，哎，归画归还给克里姆特是谁画的？对对 对, 对，归还给克里姆特，归还给一个人。是那个格林，就法西斯那个、德国法西斯的格林，那家里都够开一博物馆的。你看，实际他们我就发现都去掠夺，到法国之后。博物馆里的东西都往家里运，这个玩意儿还是人同此心，是吧？没错，没错。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Take me to a place I belong。回到这片海，发现真正的自己。我的国度，我的上层游艇人生。雅居乐海南清水湾，传承千年酿造工艺，历经天宝洞藏，红花果。
国色，酱香典范，红花郎。所以那天咱们还在说嘛，说觉得最近去中国几个旅游点啊很绝望，以后就不想去旅游点旅游了，觉得这个美学啊在这片土地上完蛋了，就是它是一种啊什么，就是民俗变成假的，风景被败坏，对吧？就是整个就是你这套美学啊完蛋了。那天我们还在说呢，说其实你要说这需要多高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啊，你到欧洲国家甚至我们在台湾，我们都能看到民间常识尚存嘛，还是知道就是这是宝贵的，老的东西应该留下来，总是有价值的，这些常识你看怎么就到后来没有了。我觉得如果拿这个手稿来说哈，其实呢也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咱们就以鲁迅为例，这个手稿有鲁迅字哈，你看周建人一封鲁迅的信都没保留，全都是随收随扔。鲁迅的母亲是1933年开始保留鲁迅的信，哎，他那时候意识到我这儿子行了啊，这个也许是就是喜欢儿子吧？不是，33年以前鲁迅也写信呢，他为什么不留呢？所以你看，周作人跟鲁迅在这个当时鲁迅在北平时候，在北京的时候啊，他们之间通信600多封信都没有了，没了，没有了。哎，所以就是当时可能不觉得是个事儿，但是周作人在21年他在这个香山那养病的时候，他跟鲁迅通的信，鲁迅他的信没有了，但是鲁迅给他的信他现在还保留着，就是这个鲁迅全集现在有，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认识的这个过程，就是说开始时候可能不觉得这个特别有价值，后来慢慢认识它才有价值，包括现在这个手稿也是这个问题。周作人也曾经在这个鲁迅去世以后，他曾经把一些鲁迅的稿子送给朋友，他有一个人叫高岩，是他这个是共产党，但是这个地下党啊，他是在这个他当教育督办的时候是他的秘书，这个人是共产党，后来这个人就被捕了，周作人就把他保释出来了，保释说他就上延安去了，临走的时候他就送给他两份鲁迅的手稿。所以这个我想起来，就是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德国的故事，也是那时候普鲁士那些地方也在闹革命，那很多老百姓什么就忽然冲进皇宫抢啊烧啊什么的东西拿走，那时候有些人就很感慨，就说接下来这个国家就要进入暴政时期了。为什么？他说因为暴政总是跟野蛮相伴相生而来，那这个野蛮指的就是没有品位，他讲的是，他所谓没品位就分不清什么叫有价值什么叫没价值，所有价值在他们眼中是平均的，所以人命也可以是这么来看的，就那个逻辑是通的，你心目中没有所谓好跟坏，没有美跟丑，所以人命这个生死也不是太重要，在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就一切价值都被平均。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段文明启示录》。平均，所以在焚书坑儒嘛，是吧？